带他一起去看看。现在我们出去看一下那个前进的情况，外面的情况。托尼在后边运蔬菜的车也开始多起来了，漂亮的木棉花，还复食的水产的蔬菜的正常营业，正常营业，对，都正常营业。我每天就过来这里买的。哦，你看这里菜买菜这个位置。哦，买菜都在这里买菜。哦，昨天买了五条鱼，哇，有三条。这边是一家卖椰子的，我们到这儿来喝点椰子，看看他这边的情况。这边，就是现在商店都是正常营业的，对，很好。就是半天营业吗？没有，我们这种不管的。哦，不管是吧？嗯，就是也是正常营业呗，是吧？嗯，好。这个椰子很新鲜的，在这里一定要喝椰子的。刚才，这个他们这边就一直又正常营业的，一直都没有关门。对，这是这边的一个现状，目前的一个现状，真实的一个情况。对，每天喝一罐这个椰汁，对，这个是非常天然的，对，对对对，纯天然的，非常好。最后我们希望疫情早一点真正的过去，然后也祝我们的祖国早日的恢复生产，恢复旅游，恢复各种的事物，然后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